这样。我的肉被，很舒服啦。哎呦，我真的觉得我从台湾带了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上来。什么啦？我跟你说。你现在觉得很好笑，对不对？你等一下就不要那么说，你今天晚上你会借我这个？为什么要我帮你，你等一下就是一路就是这样子到底。这该不会是什么电疗吧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是，我跟你说，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要不要过来？等一下，让我把项链拿掉。好，你先拿掉。那个扣扣。你有没有觉得我出逃很多？那个一定是整我的。没有，我真的都在用哎，怎么可能带这么专门带上东西来整你？来喽，它吸住了。这样会不会有一坨东西？不会，一下就没了。哦、啊，这样不会有印子？不会有一点，然后一下就没了。哎，我不能有印子。不，一下没了啦，开始没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一点，有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就是红外线针灸美。太强了，要不要弱一点？弱一点，这样。我的肉被挤。很舒服啦。哎、欸，弄完之后大概十分钟一个 round， 你就可以舒服了。不是，我一直这样，掉了。掉了吗？掉了，就是我一直被拉起来。好，就这样。一个随便乱放。可以啊，它就是一个这样子。OK， 开始了吗？可是就是很不自在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那再用。你可以用下面一点，哎、欸，但很舒服哎、欸。对啊。真的很舒服哎、欸。哎呦。你要哪里？你要不要弄啦？弄背一点。没有背一点，因为那个我怕会不会。有一个印，你喜欢按摩吗？喜欢，超喜欢、啊。就对啊，就这个啊，真的不可以。就你会感觉到你的肉这样被这样吸住，还有它有很多模式，什么治疗什么啊，还有那个什么阶梯式，有什么土又垂的。然后它的头只有这个大小吗？它的头只有这样的形状，对，没有别的形状，没有别的形状。可以用脚吗？我真就是我刚刚就看你就是穿牛仔裤就没办法用啊。哦，但它是可以用脚，可以用脚，比那个买那个什么。那什么修足时间还好？你怎么知道我每天都贴修足？修足时间，每个人都叫我说买啊。修足时间很好用啊。越好。打个菜，可以帮我拔掉吗？我没有办法很专心听你讲话，因为后面一直有一个东西这样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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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东西耶！好东西，但是因为你在讲话的时候，我就同时一直在感受我的后面一直有人这样子，而且有一种电的感觉。好了，那我用。但真的蛮舒服的。好，那我讲完了，因为你刚刚就讲完了。我也觉得现在目前来说，来日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弄掉。就是现在来日本旅游，可能就真的是蛮好的。就来日本，我现在蛮因为现在汇率真的很低，所以就要加紧把握。对，我自己是没有特别买什么的，我就是在迪士尼大买特买。对，我看一下，还有哎、欸，就是我还有，其实我还要买很多东西哎，就是像有一个我蛮后悔的，因为昨天晚上我去已经是八点，他们就八点关，然后我7:50进去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就是一个露营品牌，然后是。叫做 Nanga， 它是日本的羽绒被的王者哦，它睡袋王者，所以我就去看它，然后它竟然有出棉被，然后非常非常好看，然后他就买它被单，家里盖的那种睡觉的棉被，对，它有出羽绒被，然后超舒服的，然后你就看到它下右下角还直接用那种修一个那种日本的那种标，你就觉得哇，质感就变很好，然后。被单，然后结果后来我要结账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就是他们已经结账了，不行了。然后哎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机台结账，他就真的完全不给你买哦。然后我说好，那我今天去买，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今天公休。然后我就整个就火了，然后我就想说打给台湾的那个我的认识的那个Nanga的公关，我就打给他，我说哎，台湾有卖吗？他说台湾被套
进不来，然后很好看，可是进不去。然后我说，那就代表是限量的喽，就代表在台湾是没有人买得到。我说，他说真的买不到，我们也好喜欢，就更加了我很想买这件事情的念头。所以我现在动用了所有的方式，就是想尽办法请东京所有的朋友看能不能帮我买一下这东西，马上买，马上寄给你。对，超好看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